我的个性是这样，你不要告诉我不能做什么事，你越说不能，我就偏要告诉你说那我就做了。他把底线都打破了，我已经没有底线，我现在慢慢越来越少跟他抗拒。我没有取一个辩论队，我参加了一个辩论队但重点他不是队长，他是评委。爱的万物论每周一到周三晚上11点，好好看看我。